经过咗花园之后呢，我下一个顶点呢就会去咗玩一个好开心嘅地方啊，就係呢一个呢儿童乐园啊。咁呢个儿童乐园呢其实呢係一个fun fair嚟嘅，係3月29至4月14号先有㗎。有呢个呢好童话啊，几十年前都玩过下啦。咁樣嘅木馬車仔啦，咁咧再行前啲咧，就有啲蝦米遊戲啦，呢個歐公仔啦，啊，即係我有個 friend 好勁噶，如果佢嚟到咧，肯定揦曬啲大隻嗰啲啊。咁呢度咧整咩咧？我呢度掟波波，睇下鬼妹睇先。咁系啦，跟住有一个，哇，好似好劲啊 ！game 系咪好揈下揈下咧？嘅船仔咯，唔系啊，调下调下调下，佢叫 high flying chair 啊。跟住呢边咧就喺入边人玩啊，信。拍到给大家看，跟着这个呢个 BB 型的车啦，哇，跟着呢这里呢，哎呀有鬼鬼啊，是啦，我又再下去看，那啊这个是什么来的，哇，你看看摇摇船啊，哈哈，挺好的，那啊摇摇下啦，跟着呢又是跟住呢度有睇先 ，Magic Mirrors 唔知咩嚟咧，即系睇先，佢要一米留下就唔使钱，系啦，不如有个大人陪同。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好迷你嘅摩天轮咯，系啊，咁就我就已经咧已经系。出来了，攞下呢个镜啊，呢个玩啫，有冇少少海洋公园 feel？ 系啊 ，mini 版。喂，你去啊？有人玩紧呢一个喂，呢个正喎，手动噶。哇，呢个咧个靓女姐姐。拱你玩千秋架，不过好似睇下先，都要收 coins 噶，咁啊肯系啦，靓女姐姐都要力噶嘛。哇，咁我就已经影晒所有呢、這个分别嘅玩嘅所有嘅机器啦。
咁除咗 fun fair 之外咧，咁嗰边要 token 噶嘛，咁其实咧唔使钱嘅都有呢啲玩噶，有蛇猪仔啊，有千秋架啊，有一个咧系可以由大人啦、陪同玩嘅一个单轨吊车啊，呢、这个都几刺激下嘅，系啦，咁跟住又有啲绳网啊、琴钢架啊咁样咯，咁呢啲基本动作一定会有嘅。咁快咧，我呢個單控啊，有 cream 嘅雪糕糕咧就出咗嚟啦。咁呢個就成為咧係2.5磅咯，即係大概25蚊一個。